魔幻的神灯阿拉丁，天方夜谭，辽阔的沙漠，这些你会想到什么？上半场不是已经演奏过迪士尼公主主曲了吗？里面就有阿拉丁的配乐啦。 No 接着的曲子是 Arabian Dances。 哈？ Arabian Dances 什么啦？哦，阿拉伯舞曲啦。你的英文真是有够差了。什么？明明就是你发音不标准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懒得跟你争。这首曲子主要在描述人民在夜晚狂欢的景象。第一段沉重而缓慢，有一种神秘萦绕感，呼应着一天的结束。接着，在刻画夜晚的旋律中，加入了中东民俗音乐的元素，快板加上不同音群不断的叠加，还有洗脑的旋律，就像许多人在跳舞狂欢般，表现出了一种活泼热闹、富生命力的景象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。